的压制心急的，但位置也比较深一点哦，有一个风险存在哦。被翻回来 ，Smash Garen 也直接冲出来了。这就是 Cloud Knight 这场比赛要打的游戏前中期，直接 gank 来尝试看看。喂，这个 Q 技能，对啊，虽然刷起来这边的位置 ，Niki 这边的换血，然后几个还是取得优势的。哇，神刀登场，永扣到点燃直接下 ，Niki。TP 过来接收这波兵线，但是 Licorice 你被包夹了，很危险哦。马上敲起来，后续一个 Q 技能包含到 Diamond Plus， 迅速到场。瓦格斯总算现在要 recall 回家了。上半部的话又来了一波的尝试，翻回来以后要不要按闪 ？Q 技能继续的开始扫，要不要交闪？扫有交掉了。就是把三人甩在上面的话，那这个人头应该是当场带走。出钩勾到喽，马上回刷把这个圣拉登场给挡掉。哎，不对，应该是把他这个一技能给挡掉。圣拉登场往前走，但是马上吃到了 Sneaky 的这个 Q 普攻技能，好痛啊！没想到瑞空直接倒下，而且塞恩回到线路上面又直接被放倒了。但上半部的话 ，BB Stayhouse 又遇到麻烦了，整体自己推有推到，但后面的话，没顾到，这个东西没有顶到，开始臭了，开始臭了，跑步了，加里奥也来了，这边他们的兵都被清掉了。来来，谁要处理这个星级的呢？左上角的地方，影子们下来，哎，这边要救驾，感觉变成 Kira 有点不知道该打哪一边的状态。我要不要渡闪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往前滑了，这边要开，哎呀，被躲掉了。Sneaky 交闪线，直接上，先下一个又一普罗出钩，勾刀，这里自己翻，秒杀 ，disappear。其实里面是没有任何视野的，这。直接走是盲勾，勾到，又勾到了，整理自己，哎，不过这次整理自己没有推到，哇，可惜，哎呀，没有问题啊，回转死神撒过来，这个点燃的效果还是把 Diamond 给烧死了，Diamond 又没有闪现了，哇，反而是一开始被逼双招的 Sneaky 在这边可以拿掉守塔，但是来不及拉灯笼啊，圣拉登场就太亏了，中路位置闪现直接留住，回身的话一技能又把人给敲了起来，现在的话 Jensen 要赶快撤退。闪现还没有交，现在的话才交闪。哎、欸欸，你干嘛？喂，这一炸的话 ，Smith Garen 反而是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持续做。现在野区要开始沦陷了 ，Smith Garen 跟着 Nidoris 继续往前压，这个红 buff 的争夺。现在的话又翻回来了，抓到你了，你还在这边调皮 ？Diamond 倒了，出钩勾到了，瑞空看起来又要死了吗？圣诞塔往后拉，赶快遁到塞恩身上。你知道这个古拉可是身为我，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怎麼了？这边的话，哇，右半边截住了。塞恩怎么了？塞恩的撤退。这个两边打野的 R 都是按完会出人命的。其实他要截断路径是可以，但他不能踩过去。他上车了。对他上车，他就是死了，上了灵车。啊，这个原地大圆怎样？哎、欸，要塞恩这是刚想说他要直接回家，状态输两等呢 ，PP Stay Hold 输两等呢。哇，时间要到了，虚弱直接下。紫草也不敢拆啊，上半部没有任何视野。来了，开了，三场有空到，要秒杀吗？成功杀掉了 ，Sneaky 倒了，终于，哇，这中塔肯定要拔下来，不拔的话，那这一波的 R 闪 W 就没有意义了。对，达瑞文倒了之后，马上中路位置这边的话，又是一次闪现，控制到了瑟雷西，要再更加小心一点。哇，这个还是持续两等等差啊，来了，来了，开车可以转弯吗？哎呀，撞墙了，哎呀，直接才刚起步，撞到分隔岛了，分隔岛了，这个驾照重考。哇，这个要被吊销了，这个驾照。哎、欸，出钩勾到了，但因为跑来跑去的跳土风舞，没有人都没有要理他哎。三角手丛里面遇到卷神了，锤起来，但是看起来塔利亚好像会先到哦。Kira， 马上 Diamond 过来救驾 ，Kira 开着自己的怀表，前面的位置 Diamond 这个伤害量跟对方要交火，但是先被这特边的达瑞文给收掉了。随即的话。哇 ，Lingoris 也已经过来了，叫 TP 直接到场支援。开来，这个家里有不就火了吗？不是他顶到那个
那该怎么办呢？敌方的巴龙还有2分多钟，这个高地塔直接就要被炮车给点掉了。出钩勾到了，神力自己再推回来，选择要正面直接打掉了。神力给虽然被锤子给敲了起来，但左哎呀，看到的是心里的往前一推。 直接先被秒杀掉，但没关系，其他所有C内的人状态都超好的。右下角塞恩倒了，家里欧也没有大局，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家里欧团战张力。这个 TP 出钩勾到了，瑞空是不是又要死啦？直接被控制到死去。 左下角的位置段的朱盾有朝到 Sneaky， 但是这个塔要直接被拆掉，开始自己的技能，先挡一下出钩，又勾到了 Diamond 倒了 ，Sneaky， 哇，也没有人可以处理 Sneaky 啊，这边继续追着 Kira， 我这个 Q 没有中。 而且才25分钟，这个加里欧的 TP 我也是不太懂，想要截断他们吗？就没有什么好截断的啊，就没有什么好截断的。而且就算截了也不一定打得赢，这个塔是一定会断的。那你走下来，然后被对方暴打一波，我觉得这个就你的技能都不是用来打那个团战，大招都是随便交，像 Diamond 的闪现随便按。 然后这个加里欧的大局都没有办法配合，自己的开的。三兵营炸裂，门牙塔也是直接融化的份，只能硬开了。森达登场，直接先做控制，但是直接被秒杀掉。后续影之门下来 ，Kira 努力的嘲讽留了3个人，一技能吹熄1个人，但马上后又被勾住，直接倒下。达瑞文 double kill 结束比赛，我们要恭喜 Cloud9 率先听牌，前面的位置古拉格斯 shot down 了达瑞文，但自己也死在了达瑞文的刀下。哇，你们该不会拿偏塔吧？应该没有吧？ 不是啊，他已经死了，没办法偏塔了。恭喜可乐奈2比1领先，听牌喽。